这是万能放大镜。我长过啊，哎，长哪儿了？我啊，周峰，你都干了什么去啊？我跟你废话。戴上动物头饰，就会拥有相应动物的特殊能力。啊，这么厉害！棉花糖，棉花糖，等一等，哎呀，先吃，不知道是男人，不要小心，就是不知道先吃，呼噜呼噜呼，爷爷真棒，等一等，来客，等一等，来客，不让秒睡，秒睡。小金，您不要急，棉花糖太甜了。不知道太可恶了，不知道太可恶了。幸亏德一德还藏了一盘。哎呀，是你先，哎呀呀，先吃。不知道还想吃，不可以，不想吃，不许德一德，等一等。哎呀，可烦，评理。刚才不知道把等一等和 AI 都秒睡了，然后把所有的棉花糖都吃了。瞎说，不知道只吃了那么一点点。不知道在说谎。停，原来就是一盘糖啊！你们都几千岁了，居然还争一盘糖，懂不懂得什么叫谦让？听没听过恐龙让梨的故事？不知道什么是恐龙，不知道只喜欢吃棉花糖。你们都没听过恐龙让梨的故事？来，坐。今天可凡老师给你们上一堂课，坐。故事是这样的，从前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叫孔融。有一天，妈妈给了他一盘梨，妈妈跟孔融说：“孔融，去分给你的弟兄们。”孔融挑了一个最大的梨，给了他的大哥。他又挑了一个大梨给了他的二哥，之后他又挑了一个大梨给了他的三哥。这个孔融到底有几个哥哥啊？简单来说吧，孔融之后呢又拿了一个梨给了四哥、五哥、六哥，之后他又挑了一个大梨给了他最小的弟弟，在最后的最后，他拿了一个最小的梨给了自己。这样孔融就把梨都分完了，故事就讲完了。孔融的爸爸就问孔融：儿子，你为什么要把最大的梨给哥哥呢？孔融就说：因为哥哥大，所以要吃大梨。爸爸又问：那你为什么给弟弟也拿一颗大梨啊？孔融说：因为弟弟小，我应该让着弟弟。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都学到了些什么呢？学到了谦让。还是 A 丫丫最聪明。 A 丫丫真棒。伟大的国王，可凡通过这个故事骗走了所有的糖。可恶的可凡骗了 A 丫丫。别生气，你看我是在帮你们，糖没了不用争了。不让我吃糖，不让生气了。丫丫要吃糖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有办法啊。这里边还有一些糖汁儿，就用这个。等一等，你拿放大镜看，那只是看上去大，没用大。这是万能放大镜啊，看。
哇，不知道就吃了。哎呀呀，哎，先生，不知道，等一等的，轮也要轮到不知道了。嘿嘿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啊。真是个好东西。哎呀，哎，小喇叭你怎么了？我长了痘啊。哎，长哪儿了？我看看。哎，长哪儿了？你看。哎呦，这么大这么恶心的一个痘啊。不过真适合你。别说了，我快烦死了。哎，我有个办法可以帮你。怎么帮我？帮你祛痘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方法可灵了。好了好了，好多了。真的真的。干嘛？你都干了什么呀？我给你赔我。太好骗了，这个小喇叭。哎，明奇，你好，你这个书袋好像脏了，你看一眼。哪儿啊？哎，这什么呀？真好玩。可凡果然只会用等一等的发明捣乱。呼噜呼噜，不知道秒睡。快救救明奇。哎，明奇。不知道搬不动了。哎，叮咚。哎呀，不知道。都没在啊。哎，呼噜。咦，呼噜，呼噜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呼噜，呼噜。咦，这个是什么？让我来看看你。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不是不是，为什么可能会如此的慌张？为什么？刚才我们这个放大镜去观察呼噜。结果呼噜变得老大，好大，好大，好大！不会吧？伟大的国王，糟了！这是万能放大镜啊！万能放大镜是什么？就是能把一切都变大。不知道，等一等，快想想办法！哎呀，不知道最不会动脑筋了，不如这样，不知道先秒睡，等一等，加油！不知道秒，哎，等一等，哎，不知道直接把大仓鼠给秒睡不就完了吗？好主意，一起去！呼噜呼噜呼噜。大仓鼠太大了，不知道秒睡不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等一等，你快点做出什么东西来呀、啊！可是等一等的工具全都在树屋里，等一等怕大仓鼠。哎呀呀，等一等，精灵国的工具呢？啊，对呀、啊，等一等，这就去做一个恢复光线来。呼噜呼噜。哎呀呀，怎么办？哎呀呀，呼噜。不会把书给撑破了吧？哎呀呀，可可不要吓我！哎呀呀！可可这是乌鸦嘴！哎呀呀，要被这只大仓鼠给吃掉了！太可怕了，不知道秒睡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行不行啊？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啊，有了！老鼠怕猫，可乐真聪明。来，快猫猫，来帮我捉老鼠。大猫，怎么捉我们了？可怕！洋洋姐姐的猫喵，给我，给我！哎呀，喵喵，快去赶走大猫。喵喵，快跑 什么情况？
太惨了。哎呀哎呀哎呀哥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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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？今天我可救了你们一命。嗯，爷爷真棒。不过爷爷的朋友可凡更棒。谢谢你，今天你真是大英雄。别说啊，可凡平常用等一等的发明总是捣乱，哎，偶尔还真能做一点点好事啊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做好事的感觉还真比捣乱哎来的爽多了。啊，可凡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坏了坏了坏了，快收了！哎呀，哎呀。又烤蚂蚁呢？你早饭没吃饱啊？还烤着蚂蚁了？什么呀？啊，这是观察蚂蚁的习性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忘了放大镜会聚光。哥，啊，你救救他吧。我救。好，来，咱们现在进行急救措施啊。先来胸部按压，来按压，一，不，一，二，三，这不管用啊。哎，人工呼吸，人工呼吸。来，预备，呵，哎。完了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小明啊，小明啊，小明，哎，等会儿怎么回事？你还给他起名字了呀？对呀，我都观察他好几天了。你观察他干什么呀？他就是个蚂蚁。什么？什么叫就是一个蚂蚁？其实蚂蚁是很伟大的，它可以举起来比自己重400倍的东西呢。400倍的东西？嗯，400倍的东西也就是一个小石子那么重吧，还是低等动物。你们这些大人类主义者就是无知。哎呦，其实啊，好多低等动物都是比我们人类强。哦，比我们人类都强？那我问问你。怎么不是动物把人关在动物园里看呢？怎么不是动物养人当宠物啊？怎么不是刚才那只蚂蚁拿着放大镜看你啊？你没话说了吧？哼，傻弟弟，好好想想词儿再跟你哥哥争吧。啊，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嗯，干嘛？我是找个人给你上一课。上课？上课？哎，上什么课？哎，怎么又上课了？哎，哎，好嘞！哎，那边那个，第二个，这个，哎，对，哎，这边，哎，好，嘿嘿。哎呀呀，不知道不干活还贪睡，哎呀呀，一定要惩罚，不知道。呼噜呼噜呼。哎呦，别老拉着我！哎呀，哎呦，等一等，你快给我评评理啊！我那睡得好饱啊！朋友们为什么乐呀？不知道也想知道。今天不知道可漂亮了。不知道睡饱了以后就是很漂亮，不知道很漂亮，不知道很漂亮。啊！哎呀呀！谁叫不知道贪睡不干活的？不许笑了！不许笑，不许笑！哎呀呀！不要跑！哼！呼噜呼噜呼！走了。对。等一等，我问你，动物是不是好多能力都比人类强？嗯，没错。哎，等一等，支持可乐的想法。哥，我就说嘛。那等一等，是精灵对吧？他那的动物跟咱们这儿又不一样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嗯，不，等一等，在这方面是有充分依据的。就是，我不信。不信，那就让可凡亲身体验一下。嗯。动物头饰，来，可凡戴上。我不戴，看着那么幼稚啊！幼稚，你还说这个呢？你看你穿的，我这穿的，只要戴上动物头饰，就会拥有相应动物的特殊能力。嗯，啊，这厉害！那我得看看。给他，戴上。这样，哎，嘿嘿。
哎，是什么呀？哎呦，嗯，我现在感觉看得好远啊。哥，你看到什么了？哦，哎，可乐，你脸上的毛孔，哎呀，好明显，好大呀！哎呦，那当然了。根据等一等的研究发现，这个鹰的视力啊是人类的20倍，在捕猎的时候能够看到10公里以外的猎物。哇，那这个10公里啊！嗯，哦，原来这个是鹰啊！哎，还有其他的吗？哇，这么多！哇，哥，你现在相信蚂蚁可以举起比自己重400倍的东西了吧？小喇叭。可凡，你怎么还戴发卡呀？跟女孩似的。啊，这个不是发卡啊，这个是头饰。头饰？哦。干什么用的？就是干这个的。怎么着，又把小喇叭惹了？哎，大头，你这个吃的是什么呀？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刚买的，别打这主意。啊啊！哎，这个汉堡香啊，特别香。哦，香啊！哦哦哦，哎。还香吗？什么味儿啊？这给你们不要了。哈哈哈！被我识跑了吗？这个东西真好用。是挺味儿的，我还是挪挪吧。哎，呀呀！伟大的国王，可凡果然又在用等一等的发明做坏事。哎呀呀！小小的丫丫都快被熏丑了，哎呀，吓死了。哎呀呀！不知道，快帮德云总去治治可凡，不知道头好晕，不知道秒睡。呼噜呼噜，可凡，快把头饰还给德云总。我不还。哎哎哎！可凡，动不了了吧？快给德云总摘下来。不。哎，帽子倒是歪了。再见。哎，可凡，你回来。伟大的国王。他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啊？哪儿呢？哪儿？他就在那儿。啊啊！哦，嘿，这哎。可凡啊！
可凡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可凡，你还我汉堡。哎呀呀，可凡用臭气熏漂亮美丽的哎呀呀，可恶！可凡又用等一等的发明捣乱。各位冷静啊！好多能力比人类强了吧？谢了谢了谢了！我的天！不干了不干了，行了不干了！都什么主意？别逗了，你怎么会和我一样可爱？他最近有点不开心，不吃不喝，你能帮帮他吗？喵喵，这喵喵，喵喵，你怎么了？哎呀妈呀，祝爷你说的话我咋都能整明白了呢？我好想要当明星啊。大明星小喇叭在这儿，大家快来啊！小喇叭，我们特别喜欢你。